天给大家安排装摆件的过程，请大家参考。装好针壳以后，装第一片摆片轮，然后装偏心总绳，间隔环，第二片摆件轮，第一片它有一组数字，第二片数字放在180度的位置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装壳套。垫片顶头轴承卡簧，止垫，然后就直接可以扣上基座就完成了。好，谢谢大家观看。